为了感谢义消大队弟兄们平日的劳苦功高，观天下有线电视特别包下了院线电影院的全场，邀请义消分队第六大队欣赏过年贺岁电影《大道城》，希望让辛苦的义消们都能够轻松一下。而义消第六大队也特别颁发了感谢状，还有奖牌给观天下有线电视。以下报道带您了解。利用周末假日，选在过年前的星期天，26号下午，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特别包场，邀请平时辛苦协助救灾的义消兄弟还有眷属，另外还有观天下员工到东湖的哈拉影城看电影，看的是这部要在过年上映的《大道城》，轻松幽默的历史喜剧，要让义消们可以轻松一下。我个人对义消的志工们、志工朋友们以及他的家庭，个人是非常的一个赞赏、赞许哈。那观天下在这个地区也对于我们义消的志工们所做的一些义行义举也相当的注意，只要有一些他们的只要有一些适当的机会，我们就会帮他们做宣传、做宣导。好，那今天利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刚好有一部《大道城》电影要上映，利用这个机会呢，表示我们对义消们的一个感谢。今天很感谢那个观天下的周总经理这次邀请我们看《大道城》记得一个月以前我们周总经理跟我谈起我们那个消防救灾的工作特别的辛苦所以他说要请我们看电影其实下半年我们的那个山域的搜救以及那个海边的那个救溺非常的多，特别的多所以他说我们特别辛苦要请我们看电影。第六大队辖区真的很大，包山又包海，除了汐止，还包括了瑞芳、平溪、双溪、贡寮，还有金山、万里、石门。所以为了感谢这群无私付出、协勤的打火兄弟，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早在一个月前就和大队长沟通，邀请他们看这部由隋唐、诸葛亮、佑胜、简淑曼演出的《大道城》。而义消第六大队长也颁发了感谢状及奖牌，表示感谢。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观天下的频道在地方上很受肯定尤其是我们的地方新闻及地方论坛让我们知道地方上很多发生的大小事情以及地方的发展现况。观天下的朋友，你们的付出辛苦付出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很肯定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那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包场电影来请他们来观赏，也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除了代表我们的感谢之外，也希望呢能给所有的民众呢感受到说其实义消他们平常的辛苦以及付出，共同为他们给个掌声，给他们鼓励。义消大队长陈守仁当天也一家人一起来参加，他也表示义消同仁平时无私付出协勤，难得看电影轻松一下，感谢观天下关心义消以及长期为地方的付出。记者陈慧琳细致采访报道。